在我身边的呢，是在电影之歌上将会给大家带来精彩节目表演的著名演员高伟光。欢迎伟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高伟光。那伟光，这是第一次来保定吗？应该算是第一次啊。之前我们在中戏的时候排毕业大戏叫《红白喜事》，它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所以学校组织我们到定县，河北的定县，应该是在这附近，在这附近，对，好像应该是路过过。相信你这次来到保定哈，又通过在这边彩排，过两天的演出，一定对这里会有比较深的印象。是是，来之前就普及了，这边狼牙山五壮士，对对，这个是。这个电影我们是从小就开始看的，对，是我们的英雄，对，而且有很多英雄的革命事迹都是发生在河北保定，对，这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对啊。对，看来真的是好好的了解了一下保定，这里真的是有着很浓的红色基因的。对对对，不知道说到这种红色的电影，哪一部让你印象特别深吗？小时候看过特别特别多，前一段时间因为参加咱们央视的一个节目，重温了一下《红色娘子军》，我觉得，哎，就还是找到了小时候童年的记忆，依然很青春、很有力量的这种电影，真的是银幕经典、啊。对对对，像《地道战》啊，《狼牙山五壮士》啊，对啊。那哪些从红色电影中走出去的歌曲让你经常会在耳畔响起呢？好像挺多的。刚刚那个我们公司的赖毅他在开场唱的那个《地道战》，嘿，《地道战》，地道战那个，对，那个，那个听上去特别有那种向前进的那种感觉哈，就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的有劲头，对，而且特别有凝聚力，对，就而且就像电影里面那样那股。劲头，就力量感很足，很强，就看着就会热血沸腾，很有力量的感觉。对，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将会在电影之歌这台盛会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这次带来的是朗诵，不是唱歌，是朗诵。对，朗诵李大钊先生的文章《青春节选》，还有侯经建侯老师，还有咱们电影频道的三位主持人，一起，太期待了！这篇文章也是非常有意义。说到青春这两个字，你怎么理解青春呢？青春啊，我们就是青春啊！你看，青春，我觉得首先有活力嘛，创造力、想象力，我觉得任何异想天开，或者是说你自己想发散的，你就是。所有想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想成青春，所有新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年龄，其实它是一种状态。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无意识形态的一个怎么，它应该是一种思想吧。那作为演员，我觉得你也是一种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青春的状态，就是想要有更多的创造力。对，都不想老去。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其实有这份热情，有这份驱动内驱力的话，其实就能够一直这样青春下去。那比如在演戏方面，你有什么特别想去尝试的角色吗？或者是突破？其实我现在想的是，能够让我的所谓的艺术生命。应该说，在我现阶段再往上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这的水平，能够持续的更久一点。这可能就需要我自己，自己的历练或者自己的沉淀，还有一部分运气。可能我觉得这希望，这几方面加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这些演员所向往和需要的。所以你说固定的某对。固定某一个角色，看缘分。现在，如果遇到一个喜欢的剧本，可能他是我没有想象到的人物，我也会去尝试。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规划。目前还没有。也是一种自己这样不放弃的状态上面的一种把握，要这样一直坚持。对，就像青春一样，你就还是想尝试新的东西。看来还是非常的热爱表演。对。对，是的。对，那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方面新的动向，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光荣与梦想》刚刚放完，然后还有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戏，《误入浮华》，还有一部
特勤第八组可能会上啊，在今年应该都会上。嗯，好，我觉得好多观众也在期待着你的新角色啊。嗯，对，另外今年是有特别的意义，是建党百年嘛。对对，其实我们也都很想送上一句自己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里也准备了一张卡片，也请伟光为我们党的生日、建党百年来送上一句自己的寄语。要写什么？对，要写出来。好的，谢谢，谢谢伟光，签上自己的名字吧。好，谢谢，非常感谢伟光。我们来看一下伟光为建党百年送上的祝福，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永远蓬勃。是的，谢谢。那我们也期待着伟光的新角色早日跟大家见面。好，谢谢，谢谢，谢谢伟光。